monsters at your window. No, you can't sleep, you pretend though. You don't have to play the hero. Cause I got you like you got me. When the earth shakes, when the bombs scream, until our last breath, every heartbeat. OK， 我知道了，就是这个人的，就是这个人的。好的，来吧，狼人吧，欣然接受，就是这个人。再刚应该拿卡米尔的，妈的，没拿卡米尔，撤了。不过没事啊，我保镖很扛，扛到让狼人抓到空出起来了，然后这个抓爆，大爆抓。真的给他嘎爆！接小炮也可以啊，为什么要狼人呢？接小炮也是个好选择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人家考虑狼人呢？怎么就考虑小炮？不够善变。嗯嗯。这个其实也没有错的，读小炮也是很合理的吧？他这个这么多，你不读小炮好像也不太对。那我们读个保镖狙，怎么说？各位，来个保镖狙吧。拿个眼镜。切歌，这首歌重复太多次，妈的！来个保镖狙吧，毒小炮加上一堆保镖，阿凯特里。雨量杰打奥利斯到底有没有料？好好奇哦。这就不真的。这个人不会也要玩小炮吧？哇，要搞耍还有人要来对抓，还是怎样？这之前是鬼，最近都是早起做奇台啊！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啊，各位。Try and touch. My mind is a battle. I'm trying to hide it.
那家店想要跟着我赌，去赌这个保镖哎、欸，他们要赌保镖，看起来很奇怪哎、欸，这个人他到底想玩什么？我看不出来他到底想玩什么。露露应该是要换炸弹猫啊，你的枪。护法保镖炸弹猫吧。护法保镖狙吧，凯特琳小炮达维斯波比布鲁卡利克，对啊，我就想他到底要玩什么，超奇怪的，他什么都有抓啊，他什么都没有，什么都没有，因为看起来很明确，但好可怕啊，我最讨厌这种了。他好像确实是要赌狙击啊，哦没有，他是卡特啊，他那是卡特，我看出来了呀，那是卡特。应该是卡特啊，他那个无尽那个啊，对不对？那个逻辑就出来了。这什么神奇的格子啊？好像可以四保镖哎，这一盘。四保镖护法，没有，他是小炮哎、欸，干！他确定要小炮了，裂开，好搞这个人。哼，集权一个助攻哎、欸。机器人是谁？自己人呢、欸？笑死！机器人一个把那个达维斯拉过去转三个，看我会笑死。好像也没有要赌，看他这个拳，他赌了会爆炸。他好像只是在拿小炮打工而已。哦，单挑 ，AD 对决。好呗，就没个血量金钻石，警长来不及开枪啊！打到 CD 幺三，
最后有护法吗？没有，只有一堆雷包。最后这个学者，哎，好也可以赌一下呢，加罗。加罗真的好像也可以赌一下，每个一二块钱都想赌一下是怎样？贪心鬼耶！我做的天赋其实蛮好的，因为保镖拿绝境求生其实挺顶的。保镖双抗这么高，被破了也没差、而且第二名那个小王八蛋一直卡着我的小炮，现在低也不是办法、啊。插个歌。拿个水滴吧，再不济可以拿个拳套。应该是没有机器人的位置了，但机器人这把也不会担心，我觉得。好了，可以升级了，不低了。去阿珍娜加罗露露吧，塔利克那个我觉得可有可无、啊。他一回回多少血啊？六十几，干有个胎哥的耶，这个羁绊，这个搭配超级恶心的。哦，毒狗的骄傲是你吗？看来是毒狗的骄傲呢，各位。你到底要卖掉小炮了没啊，兄弟？赶快卖一卖啊，等很久了。差不多该卖就走了，别再搞我了，兄弟。现在还要继续用、欸，妈的！那我也不低，我存个钱。这个甲如果后面不好合，就合个冰心就好了。
小炮我就不给吸血装了，因为我觉得他有那个回血的，他也不用那么多吸血，伤害高一点，实在一点。到底是要不要低了？你快翘掉啦，大哥！别再执着那个小炮了，快岔了啊，兄弟！我赶快卖一卖了。干，你为什么要执着那个小炮？他都没有进，他不想卖。没关系，让他继续用吧，反正我没差。他快死了，不是我快死了。卡特是鬼，裂开。有反甲还是有必要出反甲。因为还是有卡特的，妈的！加入不及了。赶快找到镜啊！不要再搞了，好不好？赶快钱花一花了，大哥！别再凑我的那个卡了，真的很烦。锁子甲或大剑吧，我等锁子甲。大半完全没用，我只能这样说。诚实吧也行。花一花了啊，大哥。凯特，你这把应该是不会胡了，太多人在玩了。等下如果要卖卖凯特琳吧。这个人是铁了心小炮打工到进出线为止。真是妈的！白掉一堆血，干！哎，没事啊，还行。
真是激发人。哇，猫咪是鬼，我吐了。猫咪可以把它跟我挡枪欸，怎样？职业猫欸，还有这种职业猫的，傻眼。把陆地要删，我就升级了，因为我想顺便滴一下这个加鲁，然后就是一张看不到，他妈的。格子我记得很烂嘛，看我爸爸拿个无尽吧。OK， 没有。欸不是欸，这个超没用的竟然都会被卡欸，到底是啥小啊，真的很放加鲁啊，这关如果输我就直接升等了，这关如果没输我就继续低了。再低一下好了，这就是你卡那个的下场啊，一张金都低不到，哈哈，你看看你，一堆两块钱的赌狗，照理来讲，两块钱的赌狗应该是很容易胡的、啊，为什么都难低啊？对啊，一堆两块钱的赌狗啊，没道理，这个没道理，这个没在玩的赌不到吧？去打保镖，不要打后排啊，大哥，敢赌了。空 Q， 又空 Q， 林老师，裂开，这是鳄鱼在线吗？哎、欸，打 S 有反甲感觉会赢哎、欸，这是 S 二鳄鱼在线是不是？一个转五个，有够强哎。我终于服了。升等放这个吧，再升等再放护法。再升等应该是囚女跟那个啊，应该没有塔里克。这把没有必要放明牛啊，意义不大。这还是赌狗啊，难怪回不到血。好想要这个。
感觉低好多，对啊。照理来讲，这种局应该是随便低两下就糊了，所以我们低超多的。拿这个吧。你这种局照理来讲，应该是低个几下就直接糊了，结果我们低了老半天低不到。升等喽。接下来找求你跟进了、啊。好强哦，达瑞斯，达瑞斯超强的，为什么可以这么强？战神呢？他的治疗量有3900是怎样？诚实加那个自己奶的3900回来，绝境逆转，果然是独狗神天赋。等人家死了就可以第一进跟那个了。进跟发条应该是最理想的完成版。干就是刺客。哦，对对对，就转那个，转那个就好。不要转后排啊，哥哥。绑住，绑住，绑住！漂亮，赢了。哇！终于给我刺客报仇了。这个机会是怎样？给这个吧，怕他暴毙，活久一点会比较好。先放一个没啥用的。这个人没有伤害啊，靠背。不知道放谁。搞不好还拉九哎、欸，如果这边都没输的话。达瑞斯转起来，哇！达瑞斯又站到最后了，好强哦！太顶了吧，达瑞斯！这个达瑞斯可以打职业了，我觉得。来个杰西吧，用一下后排杰西啊，再卡一张维克特起来。后排杰西，那个露露怎么跳血？他会那个有那个绝技逆转回血，然后又可以有那个，只要有绝技逆转打那个人口比较多的，基本上我死一个都很难。
开始了开始了开始了，死了一个就开始逆转了。啊，完了，没有逆转到，人口比较少。这还要让人去死、欸、如果有人没死就比较麻烦，因为人口太多了。人口一多，决定逆转就没办法触发了。没办法升级啊，这底碗吧。找一张球女来用、啊。波比打可以滚蛋的，罪恶鲁鲁，然后再放阿卡丽，好像要搞头哎、欸。结果居然是这个人活到了最后，意料之外。罪恶杰西。就你了吧，那就你了吧。空装换凯特琳啊，可是有执法者哎、欸，他血最多是谁啊？阿干，不然我没碰过去。看家伙能不能一炮直接把我们全秒了吧？打出再换，没出就不换了。这什么大招啊？太烂了。哇，没有下一回合了，可惜。这把太快乐了吧，快乐赌狗哎、欸，这盘成功吃鸡，再一盘就大师了，